马上要，我觉得在唱我最后一首歌之前，我得感谢这场演唱会所有的幕后人员。然后，在这里要介绍一下我的乐队。哎，你们记得我的乐队成员吗？去年也是他们，是一帮国内非常顶尖的乐队，都是顶尖的乐手。我来介绍一下他们好不好？吉他手雷振欢，另一把吉他手储蓄，贝斯手杜阳，我们的拥有麒麟臂的鼓手李彦超，非常厉害的键盘手、键盘老师、键盘大师，还教了我一点。汪师业老师，还有我们的美女键盘手兼和声兼 program 非常多功能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大美女张春贝，和声老师陆墨一老师，海洋老师，麻闯老师。还有我们这个乐队，我们今天所有音乐的老大，哈哈，对，龙龙老师，还有我们这个舞台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叫周炳坤，周炳坤老师设计的。还有我们整个演唱会的老大，总导演 T.Y. 老师，还有他的团队，还有我的服装，海哥，他叫金冲宇，只是我喜欢叫他海哥，你们都那么熟了，呵呵。还有我的发型师和我的化妆老师 Paco 和冬田的毛毛，还有我昨天提到的，在我耳机里面调音非常非常厉害的老师，他叫做陆建明老师，还有阿国老师，以及他们的团队。我的公司，对，哈哈，天娱传媒、天娱音乐，你们太棒了，你们，我的老板今天来了，你们是干什么呀？还有天娱音乐的老板，对，要谢谢龙丹妮龙总和沈永革沈总，你们是有多了解我的公司啊？既然连我老板都知道，其实还有一个人。每天跟在我身边的一个人，对，桂红姐，还有一个小贝有名字的，桂红姐也有名字的，太棒了！谢谢王桂红和贝刚。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人过来。他是
我参加2013年快男的全国总导演马浩浩姐，并且今天他今天专门赶过来，他把工作一放下，今天特意赶过来看我演唱会，并他希望，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，我们一起来为他唱一首生日歌好不好？我来起好不好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浩姐，生日快乐。对的，你们不能忘记马浩姐，因为她可是我第一次上电视最支持我的人呢。还要感谢这个演唱会的主办方北京亚美时代，对，你们真的是啊，太棒了，来，谢谢。还有亚美时代的我叫他超哥，对，谢谢胡超超哥，因为他们，因为超哥我知道的，我这演唱会他真的为我付出了很多，而且我也知道他们跟他跟你们也天天都在打电话打电话，他跟我记得有一些后援会的人给他发信息，他都回复是好的，您稍等。超哥已经是这样了，就是他真的他对我很好，非常好，我刚刚念的所有的人都对我非常的好。但最后呢，你们其实我不想跟你们说太多的谢谢，因为我觉得比如说哎，听我说完嘛，我觉得我开演唱会是我在为你们做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你们来看也是你们在为我，然后我并没有一定要得到什么，你们也并没有要得到什么，其实你们就觉得哎，我来看花花演唱会理所应当的，所以我觉得我开演唱会也是理所应当的，因为我开你们就会来，所以啊，我们大家既然都是一家人就不用讲这些了。但是我觉得能够每年这么一次约会，我会觉得心里面就是很幸福啊。我刚刚忘了感谢一个团队，就是我们公司的大型活动部团队，因为这场演唱会是他们和导演每天去想啊想啊，然后我就在家睡觉，然后他们就在开会，他们天天跟桂红姐一起开会说哎呀这个演唱会啊怎么样啊怎么样啊，然后我就一个人在家睡觉，那花花能不能来开会啊，哎不行，公姐花花还要睡觉，花花要吃肉然后呢大型活动部就说好吧好吧好吧，我们就放他睡觉所以一定要感谢他们。